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最近想让家人有更多的保障，但是买保险好像很麻烦哎。不会啊，我们可以帮助你用更简单的方式得到保障。你知道我们一辈子要花多少医疗费吗？一个人要200多万。我们家有五个人，哪来那么多钱啊？我也没有啊，但可以尽早准备。最近我的健康检查报告出来了，医生说很严重，公司帮你安排，至少听听其他医疗专家的说明啊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在？我们一直都在，对不对？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赶快回去看小孩了。因为了解，所以与你更靠近。有我帮你，友邦人寿。